主料椰蓉40克，蛋清1个，面粉20克，辅料木糖纯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椰蓉放入盆中，再放入面粉和木糖纯粉，分离出的蛋清、椰蓉、面粉和木糖纯粉一起倒入蛋清中，搅拌均匀，合成一个面团，用手搓成小团，排在烤盘上，上下火150度12分钟。烹饪技巧一：烤的温度不能太高哦，要低温慢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